下集马上开讲。中文民族雕等师团队爱国正能量，长篇历史里面故事林则徐第五集失踪疑案。林则徐甲万青关这个社会领相遇啊，要破获金生这条疑案呢，必须着先找到何金生本人。我着见人死着见尸啊！夏大人的说，咱小小一个官爷人手有限，要去找一个人，袂输大海去了网站，真恶找会着啊！林则徐说，咱着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杀共贼。啊，夏大人说咯，说为人无管官府带啊，要怎啊叫遮百姓人共咱杀共贼啊？林则徐说，学生，我自有办法。以前请官令出一张告示，说由于本官西乡著称的何金生失踪，因老母亡死，因母受过，包括因小弟应福，成为失联的犯罪嫌疑人啊！啊，告示就说哦，说只要啥人有法能找到这个何金生，赏银200两。那是发现何金生的尸体来报赏银100两，那是有线索来报赏银80两，那是何金生本人来到案自首，便可以救出王氏寡妇全家人。啊，故事哦，顶面阁画一张何金生的人头像，注明伊的相貌、特征、身材、年龄等等等等。官爷真高兴啊，打个一下过，真人都知影。有一个迎太官咧开三行的头家哦，或者陈小婷，拄来万请一点做生意。啊，看到这张高兴了，就想：我最近申请一个合计，伊的年龄的这个八卦人的款节等等方面，甲咧高兴说哦。我同娃娃，说话也是万千腔，安尼一模一样啊！啊，伊家己说伊个名哦，或者金和生，对，一定是何金生的花名，将本人的死名头能力哦，刚安尼倒调搬过来。这个头家三行，这头家陈小婷，这立刻赶倒来，福请因三行了。无惊无影，先发一声，何金生到。何金生下意下哦，前鬼把头硬过来了。啊，头家人说：“老师，哇靠啊！你是要害死林波，包括连顶柏林谷啊，这家心，你要赶紧找到去救人啊！”万请鬼哦，鬼爷打出故事。内容怎样就讲到这个何金生听，说恁现实一家人啊，已经关入去的监狱咧，甲鬼门关了那差一步呢了，我看了大条了，何金生说，我无想说会比人个抓亲戚呐，啊，头家说你也唔赶紧哦，拼倒去啊，倒去救人啊，多谢头家，多谢头家，来，这关哦，头流煞带倒去，多谢。何金生前的一口气赶到福清县的官爷，还在门外啊，牙渣就得到林则徐甲师爷的特别交代。何金生来投案，伊在立即禀报师爷林则徐伫这个签押房就是伊的这个办公室内面接见了何金生。无将伊当作犯罪嫌疑人，还是当事人，林则徐是何态何度，叫何金生将代志啊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哦，从头说出来。何金生说：“说老爷，少年我是托王氏这个寡妇招入门来，既是做奸细，又果是做奸，
但是阮无受过，嫌我是无钱人家，看唔起我，对我数千六地，结婚了后经常两个哦，死我徛，倒袂得来。我是一个大波人，我是一个男子汉呐、啊，啊，我都不合，都入人的门，做人的家咯。这条我是真实外开，但是我有自尊心嘛。受过唔应该，正月正头就甲我边面边空，我先是又气又食钱，所以我的决心哦离开王家去外面拍工。我要等我趁有食咧，我才要倒来。啊，我一百分分定，所以我就唔讲因说啊，无讲因三时，所以我一去不回头。看这个修哥，因个条件未，也无想说这项代志，所以变出一条人命的官司，连累阮老丈伯一家人哦去做家，少年我还悔卡迟咯，望老爷你着宽恕宽恕。啊，何金生说个情况啊，甲临泽时，伊这个推断完全吻合。伊就对何金生说了，说你这段后悔哦，也阁未迟嘞。何金生说那就请老爷为少林做主。林则时说，我就是负责这条案件的，当然我会为你做主了。你尽可放心，替我禀告官尊大人啊，自有定断。啊，这下地滚啊！看见林则时孤单用一道将的故事，就破了何金生离奇的这条失踪案。年纪轻轻的林则时连破两疑案，伊的才华、人品、甲责任心，得到上司的肯定。林则时的仕途之路，如行如宽广。但云十全九，无论寒暑，四时咸宜。各位乡亲啊，一路何金生这条案件啊，是咱的省国院这个督办议案，下地官人亲自去省了，去见安七赛，就汇报案情了。安七赛大人听了，真感慨，啊就解释咯。哎呀，这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偏听偏信阮那个亲情，就是那个前代理县长柯丁，我偏听偏信伊的话，而且我阁推荐你升官，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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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地县知影，这位顶头的这个上司啊，难得在下级的面前哦，自我检讨啊，其实咧。伊咧检讨哦，是咧为伊亲情迄个前代理县长柯丁开脱，啊无要追究伊的责任咯。啊，安七赛也知影下地县北寮有看法，就表扬说：哎呀，这条案件绿灰鬼鬼明察秋毫，一旦何金生来现身，伊那些挖都挖倒来，咱官府搞是哦。他就真被动了，下地官就讲说了：“是大人啊，这都是林则时个人担待心事熬办案，并非卑职之功。孙武张思成早就闻名林则时的才干，所以就安尼聘请林则时哦，追也无聊，为福清官又甲调来福州。”林则时得到了张顺武的赏识和尊重，又阁帮助伊破了梁溪的一条什么呢？一条盗窃案。观众朋友啊，这梁溪哦是属于漳州府，有钱人真多，但是大阶段以来连续发生20几起入室盗窃案。但是一直计无法通破啊！
对针对官府这种不作为啊，百姓人是非常的不满，所以才联名，搁啊个先了。啊，张顺武就请林则徐哦来探讨这条代志，林则徐就说了：“是大人啊，这个地方政府办案不力，一直无法通破，必定是有冤情，或者是官府的内部存在腐败现象。咱先就应该就派人落去下面去侦破。”张顺武同意林则徐的分析，问说：“要派啥人落去侦破会较恰当啊？”林则徐将咧推荐万千贵一个老警察员，或者唐顺，唐顺将带两名助手直接到漳州开始秘密运作。结果查出什么呢？查出这条这二十几条的转入涉盗窃案，的案首插头竟然是啥人啊？观众朋友，恁怎都想未到？竟然就是漳州知府了。原来这个知府啊，是残人出身，功夫也好，最惨哦，是不阿个出游。以前花大笔钱啊，去买一个知府来做。而咱清朝是有文官的制度啊，这是公开的，没偌济官是公开有名的哎。所以买着官这个知府了，伊上任了后，急于要拼朋友，所以讲原性不改。你是做官，明是有机会就去做贼。啊，搁啥人嘛无法能怀疑说，伊种身份会去做贼的，所以这条盗窃的这个案件，始终无法能破。不过这项代志，破案这条代志，甲林则徐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啊，林则徐呢，伊又只是推荐是破案的人选而已。所以咱就无较详细讲了。林则徐做顺武的幕僚的时间，将近有六七年。伊伫27岁的时阵，选了上京去赴考，中着进士，调整前是为做翰林院的编修，开始了林则徐的从政生涯呀。翰林院是一种院职。平时无啥物具体哦，抓啥物？林则徐才利用伊伫这个位置哦，抓紧学习，进修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那么伊温是工部尚书王鼎、吏部尚书潘锡温，以及一班的同僚。多年来说，这个林则徐这个人啊，有将相之才，那有机会一定要向嘉庆皇帝哦保荐林则徐。那么这个清朝的嘉庆皇帝是不是会重用林则徐呢？咱下一节目再慢慢过来讲述下去。大家，林则徐在朝为官，以一身正气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有的详情，敬请关注当地历史人物公司林则徐之人铁面无私。乡音、乡韵、乡情。